28日，根据媒体报道，李诗燕与演员许志胜最近开始交往了。两人长久以来作为前后辈关系，互相确认心意后发展成为了恋人。据悉，李诗燕会去女友所住的金浦进行约会，至此李诗燕成为《我独自生活》第二位恋情的主人公。李诗燕所属社 BIC Company 方面回应表示，向本人确认的结果是，作为前后辈相识的两人最近确实已经发展为恋人，至今已交往5个月，还在互相了解阶段，希望大家对两人的交往尽量保持善意的目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